个酒店房有波波池，可以日夜疯狂上滑梯。香港荃湾帝盛酒店全新四大儿童主题客房，小朋友 number one 推介呢间童话森林主题房，真系玩到唔愿走噶。另一间动物马戏团房有儿童双层床，有多啲活动空间，全间房够晒 colorful， 仲有座经典嘅滚球游戏台啊！粉红色公主王国房就最啱妹猪啦，见到南瓜车公主床即刻心心眼啊！旅游探索家主题房有云形嘅吊饰、飞行棋游戏、太空船儿童床同埋揸车打卡位。住宿计划仲包埋今年四月酒店新开嘅儿童游乐区，全长2000平方尺，有5个互动游乐区，男仔女仔都啱玩㗎。